倒数声中，民众全都双手合十，恭敬地目送妈祖銮轿。十一点准时起驾，随着震天的骑马炮，昭告大甲妈正式启程。现场涌入上万名信众争相摸銮轿，不过今年銮轿行进速度较快，大约一个小时就顺利走出大甲市区。啊，咱这回会闹变活动呢，啊，为早起到即马，啊，干那各寺庙。啊，来这个观赏的，到即马为止就已经有两百外人来啊，所以搁到十一点呢，会使讲也搁较侪人。所以若有讲啊，小火小气的所在呢，啊，请大家多多见谅吼，天气都袂歹，大家唔通发性地吼。大甲妈祖九天八夜绕境进香活动，23号晚间重头戏登场，包含总统马英九、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市长胡志强等，今年同样没有缺席这场盛事，前来恭请大甲妈祖上銮轿。总统命献上一块金牌答谢大甲妈，现场还以问答方式和民众热烈互动。大家是不是知影妈祖婆今年几岁啊？1053，答对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今天我搁一摆来咱全国上出名的大甲竟然宫来参拜妈祖婆，参加伊的这个祭奠典礼，感觉非常欢喜。大家拢知影，妈祖的信仰在咱台湾是非常受到显然信徒的重视，到今嘛。上少有800万人的新的信徒。大甲妈盛大出巡，除了阵头的精彩表演，预估也涌进10万名信众，将大甲挤得水泄不通，现场宛如不夜城。虽然晚间气温骤降，但浇不熄民众的热情。大甲妈銮轿顺利出发，27号将在嘉义新港奉天宫举行祝寿大典后回驾，预计10月1号返回大甲，结束九天八夜的绕境行程。记者周慕慧台中采访报道。